大家好，我现在在香格里拉的普达措，中国大陆第一个国家公园就是这边，普达措国家公园，这是我们大陆中国大陆第一个国家公园。因为为什么讲中国大陆呢？因为肯定就是大家都懂啊，大家都懂什么意思，反正就是大陆第一个国家公园嘛，售票处，然后门口是这样的，一定戴口罩，马上进里面，这里面好大好大，听说跟一个香港那么大，所以说我今天坐那个大巴来了，是从古城那边坐，大概168块钱。哇塞，这边空气很稀薄，戴口罩就感觉呼吸不上来。售票处检票是在哪检票呀？应该在里面检票。这里边就是很漂亮，今天天气蓝天，没有云，要有云就好了，要云彩就好了。今天好像那个司机师傅是一个藏族同胞。带身份证，刷身份证就可以了。其实这个是我很期待一个地方。这很大很大。听从景区工作人员的安排，为此给大家带来的不便，敬请谅解。入口。戴口罩。里面这样的。健康码打开。哦。健康码，打开健康码。健康码打开一下啊！体温正常。对。哎，进来了。游览车检票。坐游览车，里面很大，我们不知道多大，所以我买了游览车的那个票。然后，口罩去掉了。就是大果红山林，这个很漂亮。这是野生菌。松茸，从这边坐车走。要跟出城售票，然后戴一下啊。哦好。你们说话吧。口罩，还是要戴口罩，还是上车？还是要上车的。都这车上都写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国家公园。后面，哎，车里面有点冷。
哇，天好蓝，但是今天没有云彩，如果有云彩的话就更好了。然后我们现在是在哪呀？在蜀都湖。刚刚我们就是坐大巴嘛，就是坐大巴，坐了14公里的大巴，13块钱吧，不30块钱。然后在这边，其实我还想，我又想坐船，又想走这个栈道。这今天云彩好少呀，不是很多，就一个云彩。今天天气就太好了。这山上还有电线，沿着栈道入口，这可以坐船的。你坐船是50块钱，坐船也很漂亮。这边有卖吃的，哎，卖吃的是在那边有卖吃的，这边也有卖吃的。看着图片的好美。这是有卖吃的，有充电宝的。姜红茶，有按摩椅，都行。这是垃圾桶。这栈道3.3公里好像。那坐船，走路要10分钟。哦。这暖和。太阳好大。太阳好大，好晒。你这水都好清澈。这真是大便，很多的羊牛大便。如果再冷一点时间的话，他们这边全部都变成黄色了，会更美。现在还不是特别冷的时候。这个湖水，哦，这边好暖和，今天这边人好多呀。这边是海拔3400好像。你不能偷懒啊。哎，我觉得还是忘了在那个吧。哎，在那边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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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
请勿踩踏。帮我搞一张算了。Hit off the grass。这拍照人很多。这垃圾桶。好，马上我看看，就坐船的地方是在哪边啊？3.3公里还好。想如果有小动物，拍小动物就好了。找小动物，拜拜。